沉香它可以有那个有那个，它本来就是中药嘛，中药本来就是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身体的调理，尤其是补气，还有胃，对心脏，因为很少中药就是可以同时有这个一起的效用，一般的中药是对某一方面，沉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中药。那么我们用来熏香的话，品香的话，我们嗅在里面的话，对我们人体啊得到净化，而且沉香能够定神，也能够定静，它有好多好处。而且香，沉香当我们燃烧的时候，那个香气它也可以有杀菌的作用。我们都纯天然，我们没有添加一滴的化学，或者包括香精，包括一些我们觉得助燃剂，包括一种石粉一般我们用的香外面也有很多好香不排除很多好香只是香，药材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配方只是草药做成的嘛，很多种不同的草药可以制香，而我们是选择沉香，因为沉香是自古以来在5000年前都流传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极品。用香精油掺杂在香粉里面，那香精油呢我们化学香精是其实一个是很刺激我们鼻子那个我们嗅觉系统的，因为那个香精普遍上都是用它的挥发性很强，如果那个香精挥发性不强的话，一整瓶的香精闻上去没有味道，是没有意义的。那如果那个香精油也是一起燃烧，当那整支香燃烧下去，全部都挥发在空气中呢，那个毒气，我们称为毒气，